玩一把，玩一把，玩一把巅峰赛，输了我们就切号了啊，输了就切号了。再努力努力，上他个2000分。哇，这么痛的！哎呦，没顶到呀，可惜了，不然暴打一通。那现在没什么节奏，问题是，一直搁这点。刚加不了闪。打不出沉默吗？哇，兄弟，你这么残的血都浪起来呀、啊！哇，直接起飞了呀！这是没闪现呢，跟队友说一下。他没闪的。冷静，冷静。优势很大，这能做的伤害都做完了啊。扛太久了，橘子应该去下路了，橘子在下路，四级的橘子。敌人消失了，给个信号，我没蓝了。哇，好蹲的。没懒呢我。哎呀，我半天挤不出蓝来。我真是裂开了，我有蓝早都杀干净了，我服了。等着吧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个木兰好像挺会玩的，他这里蹲了一波橘子，这里又搞了一波猪，老手了，很厉害。他这个思路就是说，他这个意图太明显了，明显就丢一二技能要踩兵，你就直接二一技能起飞就完事了，他肯定死了，好吧。他意图暴露太明显了，他肯定打不了了。他这一波，新皮肤展示完了吗？还没有啊。我等一下，我这把我打巅峰赛，我输了我就去切号了。哇，这一波，这伤害这么高的吗？这一套打得我动都动不了。只把我灌死了，六六六！牛啊！哎，
完了，受伤的居然是我，我还把闪现给交了。我感觉这个猪应该往这边一拉，我往那边一闪，结果他不拉了。这个猪他这个连招是怎么不流畅的？这个猪不太行啊，猪的操作不太行。他明显一技能到这里，肯定二技能往这墙上一怼呀，不丝滑。你看我连招多丝滑，我这打的我这很果断，是吧？我这该飞就飞，一波到位。节奏出来，这阿亮能说话吗？阿亮玩不了啊，阿亮。还不限呢，吃限吃限。好蹲好蹲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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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得得得得，反应。这就是应付吗？我感觉这个牛啊，好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能玩应付，我好爱。啊？好，他已经推了啊，慢慢来就行了。他们那边猪八戒后面也不好发挥的，猪八戒被马可克了。咱们不冲动啊，咱们不冲动，我们运一下线就行了。好能蹲啊，这个木兰。这波我必须交闪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交闪往前顶，不然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刘禅把我击飞了，我又在那里只能挂机了，就很憨。我这波二一技能，我直接闪现到前面去，让这个刘禅打不到我，然后强行把大招刷出来，打一波伤害，我就直接往后撤，好吧？这就是一个国服47网儿应该有的水准跟操作。有啥新皮肤？夏洛特的那个。歪比2121，哎，直接拜拜，非常简单，好吧？就歪比起手，让这个刘禅根本就摸不到我，是不是？当然这一波的确需要一点对二技能的范围感知，这个东西不好教，好吧？但你会歪比起手的话，那肯定就不一样。明白吗？不一样。好，
他们这个塔也守不了了。哇，这一波强行上有点冲动了呀，不太合适，不太合适。我们这就不飞吧，好吧，人太多了，你在那里飞进去也是刮痧，飞不死的。我们一定是求那种非常稳定的那种局面再飞会比较好一点。现在这个韩信他虽然倒了，但是蓝在就还好，就怕他倒的时候蓝守不住就很尴尬。哇，这么痛的吗？嗯哼，这样是他们把这个暴君拿了，我们拿了主宰，后面再慢慢推就行了。放了一条龙在中路，暴君没了，上路一直在诱惑，这边应该是没人的，我们在这个草里面小蹲一会儿，下路一直在带。完了，木兰要走远了，兄弟们接不到了，出事了。这在后面疯狂丢二一技能，把他疯狂减速，把他疯狂拉扯，好吧。怎么说，马可好像有点小无敌啊，马可。啊，我队友蒸发了。交给我了。哇，哎，我吐了呀，这个好包啊，哇，浪费血我们。哎呦，啊，这个橘子居然还有这么高经济啊！哎，这橘子哪来的钱呢？这个橘子他怎么也一万经济啊？会刷会刷，高手高手，好吧？我以为这一波橘子已经被打烂了，结果他回手一看，一万经济，非常牛啊，非常牛。啊，这猪要死了啊，猪要死了，这个技能都交干净了。哎呀，好接好接好接，兄弟们好接。哇，这个艾琳这么自信啊，他那个十只预言他都不做的啊，十只预言他都不做，我这一波还飞不死他，也很牛。他一点防装都没有啊，这个艾琳他玩出了自信，玩出了风格啊，一般都是那种十只预言护甲鞋稍微肉一点，他这个真的自信啊。这么猛吗？哇，这么猛！老花木兰，
这花木兰玩得非常自信啊。你播了呀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